除夕之夜，我们又和大家如期相见。在这里，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，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。哎呀，皮皮、星星、棒棒，快点，要来不及了。还要做什么？厨房还有一堆没处理的菜，摆完碗筷之后，快来厨房给我包菜。皮皮啊，你一会儿把晾在阳台的腊肉、腊鸭、腊鸡、腊肠收进来。对了，没有饮料啊，待会儿你们再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几瓶可乐、雪碧、橙汁来。哦，最后啊，去储物间扛一箱啤酒，顺便把鲁爸爸偷藏的那几瓶红酒也拿来。我的头好晕啊！哎呦，我不行，不行！哎呦，妈妈，我可能是疲劳过度了。哎，这些小事儿就交给西西帮忙来做好了。嗯，什么？全部做完之后，可以到爷爷奶奶的房间提前领压岁钱。爷爷奶奶现在正在房间里包红包呢，棒棒也有份儿。哎呀，我爱西餐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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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呀，虫子！压岁钱，我来啦！谁也不要跟我抢！我要买新的学习用品，皮皮你讨厌。老头子，早上我去庙里上了香，那儿的大师说，老天开恩，今年我们会有子孙福。一把年纪了，听些那些做什么？我看你啊，是想孙子孙女想疯了。谁能解释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吗？据我分析，这是穿梭于现实与异次元空间的列车。这个，什么叫异次元空间啊？异次元空间意思就是平行宇宙，是在高位空间假设的基础上提出的词汇。用以形容一个包含时间坐标轴在内的四维空间。棒棒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是啊，好深奥啊！哎呀，跟你们这种没文化的人沟通起来真费劲。你就不能换一种浅显一点的说法吗？那好吧，异次元空间说白了就是时空隧道。在异次元空间里，人不仅可以在空间里变化自己的位置，还可以在时间里变化自己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到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年代。哇，好神奇哦！棒棒，你懂得可真多。那当然。不过，有些知识还是要经常温习，才能记得住。好啊，原来你是照着书念的。我说你的记性怎么这么好呢？让我们也看看。大师的话真的应验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哎呀，孙子儿，孙女儿，哎呦，小白兔，哎呦，乖，我们回家。哎，我的书，我的书！别吓到了孩子。
不可能。爸爸，你干嘛？我要把我的发明倒出来。斗篷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别折腾了。我说老头子，男孩就叫阿狗，女孩就叫小花，那个小白兔就叫呆呆。不好不好，新的一年呢、图个吉利，男孩就叫阿福，女孩啊叫阿宝。听我说，我们是坐火车来这里的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坐火车回去啊。棒棒，火车什么时候再开过来？穿梭于现实与异次元空间的列车一年只出现一次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待一年。一年？开什么玩笑，一年我们吃什么住哪儿啊？哎，阿福、阿宝、呆呆，快来院子砍柴呀、我想这是在叫我们。阿福是皮皮，西西是阿宝，我是呆呆。都是过冬取暖用的柴呀、我年纪大了，又有关节炎。劈劈劈呀、一直从秋天劈到冬天，现在呀、你们来了就好了。哎呦，老头子，你哟，我去给你煎药，等着啊。我有点想爷爷奶奶了。我也是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老爷爷老奶奶的家里住下，等待第二年火车的出现。而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意外地收获了最开心的事，听古代老人讲一年中上百个传统节日习俗的来历。我们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。